庄，我是爸爸，他是鼠来宝，嗨。对，因为我跟大家讲，其实我们真的很常来老虎坪凤山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来到了哪里啊？我们来到了高雄凤山。对，我跟各位讲啊，高雄凤山也开了一间老虎蜜蜂了，高雄的朋友有福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其实老虎蜜蜂它每个礼拜都会举办一些活动。这一次我们过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，已经是我刚刚看它是加25秒嘛，然后就抹彩杯。这个金丝或者是家电，它是你可以周日都会抽一个，对，看谁的运气好啊，抽到你就赚了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现金，对，它现金里的话是晚上大概5:30过后才有。好了，那我们一样，这次难得来到这边，我们就赶快来加吧，因为鼠来宝很期待，对，迫不及待的，你看看，哇，你要去卖场买东西了吗？好嘞，要出发了吗 ？Go go！而且这个很方便，你看我们的包包第一次可以放在篮子上，不用背着，轻松。来吧，来吧，换这个。好啊。我记得你最会夹这个蛋。你夹夹看啊。对不对？咋搞？这个耶！一抓就抓到出货点，我们再夹两个好不好？可以换这个。给大家看它怎么出货。它其实要捏前面的，它爪力蛮够的，然后有爪套。你知道知道就好，你不要想太多，真的。我应该后推。Hello。那个爪位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你儿子在学我。按。按。哇！有没有？我跟我儿子合作无间啊。那我一样的一下耶。放这边，我们再加一个就可以换这个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啊。我们可以换这个了，可以换了耶，这个。你要换一个这个好不好？那我们先放这个，放篮子。哦，你有看到我捏得很漂亮吗？有。你看爸爸甩得很大力哦。耶，蛋蛋出来。好，一颗给你玩。哎，我们夹4颗蛋哎，蛋是最难夹的哎。没看过的巧克力耶。对啊，这巧克力蛮特别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长条状其实跟各位讲，也是一个好夹的东西啊。出了，对，10块钱，应该还可以在10块钱出货。我都见好就收，我后面都夹不到。试试看啊。看吧，我就说。用捏的，捏前面。我就说我夹一次就好了。我觉得你是故意的，你第一发都很认真，可是你后面就有点没自信。两条，多款夜灯，小宝试试看。你不太会夹盒装嘛？让你儿子来。好，给你按。这两样积木就是夜灯。那是夜灯。丢出来，小宝每次没夹到都会跺脚哦。对。不要夹到。嗯，夫妻之间都有习惯讲的东西，临时简单的东西都交给老婆，那种硬的东西都是要交给老公。比较硬硬的东西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呢，通常不用甩，这样。真的？哦，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有没有？你无法解惑。你，垃圾袋，我们家是用这种的吗？捏角角，就是尺寸好像一样。顶抽。哎，好重哦。对。那要捏多一点。我帮你妈妈。好。为什么要那么里面？这才有机会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样划算吗？30-40块出一个垃圾袋，外面买差不多，差不多哦，玩到一个乐趣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吃这个，我超喜欢的，我一天都可以把豆干吃掉，蒜香豆丝，不用甩，耶！太诱惑了，把它丢回去，太诱惑了，没有，我想要太贪心了，我想要一次2包。
我们等这个夹完就夹后面，好吧？好，两包就好，不要贪心。我教你怎么我夹，这样，好吧？控制摇杆，这样，啊啾！我教你，跟好爸爸。哎，你看，你夹到了。你这把它推下来耶。这个大家有吃过吧？哦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可以吗？10块3包。我跟你们说，只要你们临时厂10块可以出2样以上，都是赚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要看到的玩具组哈，这感觉不错，蛮可爱的。哦，一个。哦，两个。我觉得太难出了。啊。妈妈认真哦。来吧，妈妈认真哦。三个。夹下面它会整个掉。有4个。5个，这2个哦，小马你小心。6个，哇，7个，来一个，直上直下，抽起来就有了。前面，前面，这边。抽起来。哎呀，好可惜哦。直上直下就好。嗯，不用甩。7个，我们换到这个了，宠物狗笼玩具组，大概花了100多块。直接保夹，哎，不是保夹，哎，我也是直接保夹的那种。拔到，哦，一个，哎，它一个胡萝卜可以怎样？换棉花棒，两个可以换牙刷，哎，我们换牙刷就好了。哎，又出了牙刷，中牙刷了。我帮我夹这个，这个没看过，起司巧克力，起司好吃哦。这感觉就是压下来，十块出货。很赚哎，会被电了。对，会担心。我们不必就好了。哦，打破魔咒。点一下10块。最喜欢这种牌子了。这很大包哎。对啊，我们加不到1000就加那么多了，各位。就是，你可以夹这边的，或是夹上面的。哦，哇。Easy。它是暖手包啊，好像对啊，你如果会冷，你就手都插进去这样，好不好？发现了一个 Hello Kitty 的袋子，感觉也是简简单单，对，蛮简单的，快出了，直上直下捏脚胶，有了，捏我的内裤，那不是内裤啦，这是袋子，这像内裤吗？内裤，它不会叫内裤，这是碟子。前面要前面，爪子要前面一点。好像想要夹这个。他血甩，各位。哦，差一点夹到哎。应该是夹不到了，他要夹前面的。可以一次夹到2包了。哎，差一点点。好，这爸爸帮你。这其实直上直下就可以了。哦。对啊，直上直下就好了。哎，有恐龙的图案哎！哇，恐龙饼干哎，这他会喜欢吃哎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看到一个很棒的东西。是积木哎！哇，这很赞哎！哎，他又偷20块。默默的偷，我看他有没有夹到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哇，下来了哎！还可以再夹一次哎，因为你刚刚偷了20块，还可以再动。你看，录下来。我没有拍到，没关系，你拍有。我夹到了，这里里面有。你说我拿太远了。哦，这个6个可以换玩具哦。哦，差一点点。哇！拿了。哇！哦，出了一盒哎。是哈。再来一个。好像夹这一盒就好了，我这边夹后面的干嘛？对呀，我夹着。6个可以换了吗？可以。那我们去换那个。好。再往前，往前。哦，会甩，会甩，会甩。哦。哦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哦，好甩哦。哦，夹，哦夹。按下爪。哦。好强哦！他狂甩哎，原来不是夹，甩打，
你要不要学你儿子看？哎、欸，他怎么用的？这样啊，然后夹后面。对，他比较厉害耶。他怎么用的？我帮你夹。他说他帮你夹耶、啊。哎呀，我为什么在把它弄丢？来，你刚怎么甩的？哦。这样吗？对。这个是鼠来宝很喜欢吃，太远了，鼠来宝太远了。捏捏饼干，啊，你要甩洞口一点。哇、哦，这样也可以耶。哎、欸，各位学起来啊！我发现我儿子用心造。你在学谁啊？我。学你自己啊。爸爸有这样讲吗？有。你在学我们啊？啊，你没有按下爪哎、欸。哦，没有耶！来，爸爸教你，你不用甩那么大力，你就这样，然后按下爪，有没有？突破了啊！娃娃机赞，赞啊！他夹吸收乳，哦，这个很好用，等一下去，然后会一个花花在手上，带用的，这个等一下就可以用了，都带用的，每天都在用的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都叫你洗手哦。我想夹右边，它会弹过去就出锅。哦，这样吗？对。哎，出锅了。不，出一个。哦，没有。哪有出锅？哎，宝夹了。你要捡宝？为什么我捡到宝了？我要再夹一罐，再夹一罐粉红色的。出锅。哎。Hello， 两罐了呢。来吧，我们夹这个。哦，我滚下来。你儿子看到消防车就会去。哇，两包就好。包。我看没有钱了，我帮你去换钱。对，不要了，不要换钱。没有，我们夹。哦，两包哎，哇。因为我想要啊，有了。不用滑，它就全部倒下来。它应该还是要慢慢挖。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。等一下换抱抱来露个两手。抱抱。还是夹最前面的，我觉得最前面好像比较简单。哇，真的耶！真的。哇，我在干嘛？你在坚持。哇。好厉害哦！哇，我有四包掉下来，两包。那你借我按，那我这边没放过。哇，厉害哦！哇，卡住。这真的很大耶，感觉不错，这枕头。哦，有了。这样也可以。这几个我先算一下，快200块五包。接下来让你发挥了。哦，六包。还差两包。儿子的枕头靠你了。哎，如果夹这里。太远了，掉下来啊！有这么厉害？卡喽，先不先卡喽呢？哦，是不是？还有一包在里面。四五六七，哪里？哎，数来吧，你们超过了。那拿出来，害我们以为少一包。6、3、4、5、6、7，真的哎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换到这个枕头，还有积木，还有这个泡泡的跟牙刷，太棒了。然后还加了一堆，然后你看，你有没有谢谢叔叔送你的？今天夹到这里啊，我会抽两位。对，抽两位。对，那抽奖办法就点我们的频道，影片底下留言就有机会抽中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好，甩，然后按下爪，按一次就好了。